来，弟弟们，欢迎来到我们牛庆满满的哥哥加油站！加油！这次是你们第一次作为这个躲藏方，哎，没错。但是今天我们这个躲暴露我，我藏在这儿不要暴露我。哎，但是完成任务的时候注意不要被桌方看到，是的，好不好？吓我一跳！ 吓我一跳，我以为冲进来，我吓我一跳。所以你是那个农农请来的嘉宾？对，今天农农让我来。性格我们还没赢过。哥来了，哥有这个吉祥的牛光，吉祥的光来了，吉祥的光来了。今天我们这个躲藏也很不一样，可以说是最萌的一次。 因为我们来到了 Hello Kitty 主题乐园。